只是一角，那后面还有很多地方全好多小孩都趴在那边。六一儿童节本来就是孩子过节，应该是让孩子体会一下节日快乐的感觉，那就把孩子都搁在校外。如果说不要家长进去可以，你把孩子应该搁在里面。他这样的话，只是这样的话，完全是感觉像做的都是给了一些领导，他们为了拍摄节目，好像没失去那个感觉了。学校里面搞六一活动，孩子们参有表演节目的家长和孩子在校内，然后其他的都在校外。为什么观看直播？我们做家长的能做什么呢？也不能做什么，就说是怕对孩子有影响，所以说也只能说是抱怨一下。